你这个敞篷应该是手动的吧？这个敞篷自动的，这一按钮就直接打开，你懂不懂啊？那你开一下，我们展示一下嘛，给我看一下。不可能，滚！叫你滚，滚，滚！兄弟，你不是自动的吗？兄弟，滚！兄弟，哎呀，这，我靠，兄弟，我。对不起，兄弟，对不起。哇，哎，今天怎么？求婚啊！求婚啊！哎，这钻戒、鲜花，哎，你给他惊喜的时候，你可以先给他一个意外。哎，怎么给？教我。我教你，我教你。飘飘的，不会玩了，给我解释，你看，兄弟的花，兄弟们，小杨哥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来，让我们看看事情的经过吧。来，女生都需要什么？女生需要什么？需要温暖，姨妈巾，不是啊，真的不是姨妈巾。女生都需要什么？拉粑粑，你是，这不是正常的吗？女生需要拉粑粑，男生不需要。女生都需要什么？开塞露，不对。哎呀，乱说什么？女生都需要男人，这是废话。寡妇刀，一个有病，有病的，有病的。女生都需要什么？温暖也行，需要温暖。对对对，女生都需要温暖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只小鸭子。暖宝宝发热贴。这怎么暖宝宝贴？可以贴痔疮吗？不能贴的呀！哎呦我的妈耶！哎，你贴干啥？哎我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你这板凳上有钉子吧？啊？你看哪里裤子扎洞，确实有钉子，确实有钉子，你妈屎都快蹦出来了，屁都没蹦出来。我都猜了你要放你鼻子了，兄弟们蹦出来了，不好意思，差点把屎蹦出来。鸭子是公的母的，哪里有鸭子呀？哦，这个鸭子，小黄鸭，是鸭做的吗？怎么可能呢？你是上门安装吗？别说了啊，我是真扎住了，我是真扎住了。你看，这，你看。呀呀！这个就是这个。早晚都会回来。谁知道整天一天天的没事。能泡茶吗？暖宝宝贴，你拿来泡茶，可以当尿不湿吗？暖宝宝贴，贴宝宝的吗？不是，暖宝宝贴啊，可以当姨妈巾吗？不行，当了姨妈巾了啊？那是男生问的问题，那个是男生问的。兄弟，你这个你不懂，这方鸭肉好吃吗？这不是。可以是炙热火锅吗？炙热火锅的跟这不一样，我受不了啊！哎，没事没事，受不了啊！谢谢美女们，谢谢大哥们，谢谢帅哥们，谢谢美女们。
谢谢哥们，谢谢美女们，谢谢爷爷们，谢谢哥们。谢谢不能谢了，不能谢了，谢了！兄弟们，我真的，我真不骗你，90万人了！我的妈呀，90万！我拍个照，你们只能看到。你还拍照？你为什么要拍照呀？我拍给他们看看。拍谁看？因为有人看不见吗？有人说我骗他们，他们看不见。有人说谁看不见？来，兄弟们，给兄弟们看一下，兄弟们。哎，说谁看不见？不在那看着吗？不是上面不有吗？你是上面，他们看不见。他们这上面不是有吗？80万啊，90万。就看你为什么给他们看？这是反过来的，90.4万人，90.4万人，大哥，行，你们喜欢刷是吧？我打 PK， 好吧？我成全你们。哎呦喂，大哥，不要刷了呀！大哥，我不是 PK 主播呀。对，我们不是 PK 主播，我们就能卖货主播，你让我们好好卖货，好吧？就行了。你刷这么多，你们刷不浪费了吗？这样吧，我来打吧，兄弟们，既然想刷，我这样不要打呀，我打把 PK 吧，兄弟们，好不好？要不然你通通都说打。都说打啊！你就随便打一个，你随机连麦啊！都说打，打把 PK， 打把 PK， 全部都说打呗，看到没？都说打 PK。你打谁了？随便，随便连，连到谁就是谁。我现在打 PK 就是把人打到我这来。哎，这是安妮呀，你哪能打他呀？能打吗，兄弟们？能不能跟他打？哎，打呀！哎，哇，好可爱呀，兄弟们！哇，这个怎么这么可爱？这个，这是安妮，不能啊啊！怎么这么不要脸？人家一天到晚能打能打，能不能打？我问兄弟们能不能打？能多多打，不能打。兄弟们，大杨哥说不能跟他打，能不能打？兄弟们，老妹儿，安妮你好，安妮你好，对呀、啊，能不能打 PK？ 他们都打。他们说打不就打嘛，什么不能打，你怕什么？你哪来打嗨？安妮，我这边打 PK 就是你输了，能不能到我这边来，跟我互动一下？你怎么别说话？你刚才这都别都来，是兄弟们，我的妈！直播间100万人，他会生气、啊。欢迎兄弟们，直播间100万人。欢迎兄弟们，我的妈！那个安妮，你能不能让我说句话？好好好，说句话。你哎，好嘞，安妮说。你们两个人打我一样，还长得一样。我俩一个爹妈。就是说句话，你怎么回事？还没说完了。我俩一个爹妈，一个爹一个妈。啊？我们半年多没见了，还是一年多？我谁给你见过呀？我没见过呀。我们现实中没见过。啊？我们四年的时候不是半年前吗，兄弟？啊，是兄弟。安妮是男的呀？这是那个、啊、安妮，安妮。安妮，你那个，我俩打一把 PK 行吗？用脚打。哎，不能露脚哎，别给我搞封号嘞！我他妈你怎么能吓人呢？老妹行吗？你输了，到我这来，站1小时，跟我互动1个小时就行了，可不可以？没有附加的吗？车票我办，还有就是附加一个就是，他能干嘛？你会跳舞吗？我跳舞不行，你给我撒个娇吧，撒个娇，卖个萌嘛。搭你。啊？我能搭你爹啊？不，我那个。等一下，我听，不，你说什么？那我能当爸爸？不行，那肯定不行。你说他赢了，当什么？那他当什么？不能说，行不行？行吗？我输了，我输了怎么样？你说？啊？我输了怎么干？你说？输了我还是当你爸爸。行，他只能这么玩。你哪能这么玩啊？你别封号了啊！你封号真不怪我啊。我跟你说，你封号真不怪我，我的妈！飞哥，借飞哥，飞哥不要刷礼物。那我们重新连，重新连。好。可以吗？是几分钟之后连， okay. 还是开了直接连？随便。你说嘛。
过会儿再量吧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行，能让我十万分吗？你们俩不行，那不行，那不行，那我一个呀，这我就一个，我的一个大票，好吧？别等吧，让他来喊票。好，那我十点连你行吗？